小厨娘就能参与了。谢谢庄大崩的门牙，杨斯库拉平。啊，我发现小法师带正义之手也挺猛的呀，这回血回的。栾拉的飓风，谢谢孙悟空蓝林汉，感谢胡先生。这重装战士没用，你老给我整的对对胡是什么玩意儿了呢？谢谢阿狸爱傻妞，还有六分钟开奖啊！打工啊，不打工。这把呀，我会让你死得很痛快。这把天神拿一手，三国有俩呀，你说这拿不拿着三国？到底我其实不是很想玩那一样的。谢谢三刀流，感谢为什么好多人叫喝你。大家出了满汉全席海鲜大餐是2500跟500啊，你们不信，一会儿来个兄弟一发入魂，完了我操没拿着。哎呀我好气呀，这把我来一个御剑仙，你们觉得御剑仙应该配个啥？谢谢瓜皮蓬蓬，谢谢瓜皮蓬蓬，感谢感谢感谢。一二三四，天神也可以试试。感谢粗腿，谢谢庄大崩门牙，谢谢瓜皮蓬蓬，还有四分钟开奖啊！决斗大师滑板鞋，行，决斗大师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决斗大师。谢谢是一瓦，谢谢是一瓦。感谢 QS 路过，准备去死吧。那咱就来决斗大师了啊，来把决斗大师，没玩过先上个劫，劫肯定是很猛的，猴留一只。拿个小驴人呀，武器大师是决斗大师啊，操，这咋没人告诉我呢？算了，不差他这一个玩了，咱们的 C 是滑板鞋。谢谢孙悟空蓝莲汉，感谢瓜皮蓬蓬，还有三分钟开奖啊、哦、谢谢老板们的小礼物，小厨娘，祝老板们中奖。谢谢喝你，感谢抽奖机器来了，抽奖老板昨天没来，这肯定打不过了，猴撇了。嗯，斗士，斗士咱就不要了，谢谢孙悟空蓝莲汉，还没出啊。
昨天也500个左右进，也没出。滑板鞋什么装备？羊刀飓风，那就要这俩呗，这俩随便来一个。还有1分钟开奖啊、哦！还有最后1分钟开奖了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。我觉得大棒挺好整的，先来攻速吧。谢谢孙悟空蓝天汉，谢谢徐先生。有喇叭的老板可以喊个喇叭，这样出的概率还能大一点。现在是488，如果到500啊、哦、还没有出，那这个样子啊，大家如果出了，那就是3700。呀，3个猩红之月，我操，我应该拿来打工的。拉倒吧，这么地儿吧。谢谢抽奖机器。行，大家如果出了满汉全席海鲜大餐3700啊，加油！祝老板们中奖！谢谢抽奖机器，谢谢166。感谢抽奖机器，谢谢终将笑冷手，恭喜抽奖机器。再来个2500块现金红包啊！直播间2500块现金红包，大家如果除了3700，每一张网都是一个结子。这样是不是能猛一点？海洋会将他们卷走。滑板鞋快来呀！谢谢抽奖机器。棒！谢谢徐先生。决斗大师到底配啥能厉害点？你们觉得？我操，赵信也是决斗大师啊！哎呀，原来赵信也是。谢谢抽奖机器。来来来，谢谢一恒。太难了，太难了呀，太难了！恭喜蓝脸汉孙悟空出了满汉全席，给老板来个3000。大家可以有那个大旗啥的可以送送啊，没事，大家再出了还是3700啊。来呀、啊！武金要饮血吧？谢谢宅宅我男神。海鲜大餐我估计也差不多了。
是吧？是吧？太难了，这也太难了，不要，这种时间点儿先不要，让他刷吧。滑板鞋飓风，羊刀，飓风羊刀，饮血剑行不？飓风羊刀饮血剑行不行？谢谢 Hello 徐先生。啊，牙锁没放边上，忘了，不好意思。I'm sorry。谢谢 Hello 徐先生。飓风羊刀复活甲是神装，那行，来个复活甲。哇，这把的猩红之月这么多，我好难受。嗡，咦，谁嘲讽了？还有五分钟开奖啊，直播间也有2500块现金红包，大家如果除了满汉全席海鲜大餐是3700啊。感谢哈喽徐先生，有没有海鲜大餐来一个？这不得来个海鲜大餐吗？现在有23个老板参与了我们的抽奖啊，中奖概率还可以。我们雨露均沾一波。你确定滑板鞋不要饮血剑呢？滑板鞋攻速这么快，不要饮血剑啊？这纯是给人刮痧呀！感谢 Hello 徐先生，谢谢终将秀冷手，谢谢 A 老板阿弥波欧斯166啊，谢谢账务清单。我们要这个或者是这个，这两个行，我倒数第四怎么的我也能拿得着，没事，先来个羊刀吧，羊刀比较重要。感谢温柔都给你，谁说不要饮血？这么地吧，出啥给啥吧，没准最后还安个无尽呢，这都不一定，这都不一定能给其他装备。谢谢抽奖机器。那滑板鞋死哪去了？哎，平时滑板鞋可多了。滑板鞋呢？滑板鞋。谢谢徐先生，还有2分钟开奖啊，咱们再来探讨一下这个决斗大师应该配点啥。
也谢谢徐先生，感谢 EC， 谢谢跟我一起向左看。配天神，哦，六个决斗大师，上个狼人，算了，我拉七带地吧，不行，反正我这87滴血也是挺高的。决斗大师浪人四个天神可以，天神就武器大师狼人瞎子刀锋或者是拉克斯都可以，拉克斯吧，拉克斯好一点。谢谢终将秀冷手，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谢谢改名诸葛云。我真的有种感觉，马上啊这个海鲜大餐就要来了，感觉非常的猛烈。浪人加0%额外生命偷取，谢谢一点也不累，还有9秒钟开奖啊，最后9秒钟开奖。谢谢逮下户，感谢怪书里，谢谢终将笑冷手，恭喜瓜皮鹏鹏，来个500块现金红包吧，最后看看能不能出一个满汉全席啊！我操了，我阿卡丽来了，我玩屁呀、啊！我不玩了，我上把刚玩过了，我不玩了。把他们也算上。一剑。妈呀，啥也没有啊，啊，要啥啥没有啊，真令人难受啊，简直了。这游戏有的时候啊就是这么的气人，你知道吧。哦，天神也可以吧？决斗大师六个配一个天神，天神也行啊。管是啥呢，给就行啊。四决斗浪人，天神。就是主 C 滑板鞋没在，这火炮可以给，火炮瞎子，哎呀，我这把忍者刺可真是无敌了，我操！滑板鞋呢？天神呢？天神降临！天神！天神！
来了，插个虾。看看啊，看滑板鞋，看滑板鞋，看。扎，差一点点啊，穴位是差一点点。科技枪拔毛满血还有盾，确定啊？啊，要不要春哥？谢谢最帅蓝莲汉。科技枪行，科技枪啊，给了呢。六决斗咱可以下一个，把剑尖下了吧，剑尖不是那么很厉害吧？哎，不行，剑尖下不了。我操，没东西下呀，这什么东西能合成天神呢？这是三国猛将，这是灵魂炼华。给个滑板鞋吧，升个二咱就不上了，行不行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我佛了！给谁呢？给狼人决斗大师，可以给。哎，给狼人决斗大师，最后咱们再上一个天神，六天神了，六天神六决斗。正好上个瞎子，然后咱还能下一个。还有四分钟开奖啊！哇，这滑板鞋行啊，这科技枪是什么效果现在？啊，哎呦，我扎！还有四分钟开奖啊！有想出海鲜大餐的老板可以抓紧时间了。天神之剑可以用大剑来合成，哎，那我合天神吧，我最后上个瞎子，我合天神好，我不合决斗大师，合决斗大师不合适，合天神好一点。谢谢地中地，感谢银岩。给我扎滑板鞋。丢！哎，一星还是太垃圾了！哎呀，我操！一星还是太垃圾了，我发现。命中率有点低，一星嘛，这是血量、攻击力了，这个技能伤害呀、啊，也都差了点意思。谢谢抽奖机器，还有三分钟开奖啊！我不要狼人，其实我这拉克斯可以换成狼人的，不过不一定能刷得出来。给把大剑吧，刚才上科技枪上当了，兄弟啊，鸡哥，给把大剑吧，给点面子行不行？大剑 ，fuck you，fuck you， 鸡哥，我觉得我还得顶一轮，我这钱不够，我现在升了，我都没东西了。
这咋整啊？这只能和决斗大师了，那没有狼人啊。装备可咋整啊？决斗大师，泰坦坚决，窃贼手套，手套给谁呢？锁子哥，今天我信你一把。完了，我操，我给赵信身上了。哎呀，啊，没法玩了。我再等一轮好了，我操了！哎呀，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兄弟们！少说废话，多摇几下。我把牙锁卖了。简直不让人玩呢！感谢是太阳会发光，还有30秒开奖啊，兄弟们！没有老板想出一个海鲜大餐吗？前面已经送不少了啊，马上可能就熟了。还有10秒钟，浪人宗师，我插个瞎子。我在想他剑尖我要不要，不是，哎呀，现在应该怎么给这个阵容再给他弄得稍微合理一点呢？刀妹换了，我上两个浪人，我想把这个决斗大师给他换过去，我换到永恩身边。火炮，哎呦我操，又给个决斗大师呀，这又给个决斗大师，我再来一个吧，这样我们就不用那啥了，不用纠结了，这还纠结什么，这再拿一个。八决斗，六七八，八决斗拉克斯得撇了。八决斗的话，拉克斯就得撇了。这要给我来个决斗大师瞎子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直接就起飞，我真就直接就起飞。咱们现在开始地啊。不要，要有梦想。这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啊？这什么东西？这神装滑板鞋到现在都一星了，这玩个屁呀！这
没瞎着，有瞎着把刀锋上下了。要有梦想，兄弟们。一会儿啊，哎，我这预言是不开着呢？我这预言啊，这不应该开的啊，这个预言不应该开，我直接给他留局了。这把预言啊，还没打到呢啊，这把预言给大家留局了。我们这现在全是水友，其实是正常是不应该开预言的，把这预言都给他整没。我们三星永恩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来了，我们三星永恩来了，站起来了。来了啊、哦！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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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来了。滑板鞋不要了，不要了，都撇了，所有都撇了，都不要了。我要来个三星永恩。9999点伤害，封魔剑魂基础伤害，这亚索咱给他留一个啊，留一个亚索。给我报个妮蔻，石头人。给我报个妮蔻，求你了，给我报个妮蔻，求你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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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。哎呀，亚索！太刺激了！垃圾游戏！聚聚，下一把。哎呀，下一把。我以为永恩能一直来呢，你知道吗？我先来这老些，这是。